当年咪，我知影讲哦，你上爱啉这间咖啡厅的咖啡，还特别约你去吃。恭喜好你后生大迄间厝，已经用恁后生的名买落来啊。银行的贷款是2000万，假使讲恁甲恁某会当掂掂，卖阁了麻烦，那恁存的钱还阁有利息我的啦。啊，唔过，恁若是阁继续提过去的代志来甲我威胁，那恁现在就到这为止。你哪遐当生哈？拢已经做甲当年嘛，阁安尼甲我计较？你巴肚是头够矮呢？3-4千万的厝款，啊，你直接甲买当就好啊！啊，你这嘛算讲你靠底来得南山呢？啊，你竟然安尼，我刁工设定2000万的贷款，哦，你是怎样哦？当然是为着要防恁这款的小人。我甲你警告，我唔是遐尼啊好抓，卖阁想要两头千古，还阁有啊！卖阁予我抓到，你去想目睭抓我都金银看。啊，若无总有一天我会甲伊呕出来。啊，我较早你哩倒贴我呢，结果即卖哦安尼气嫌我，啊，我真正足好奇的呢，你到底是咧气嫌我，还是气嫌过去的家己哈？安尼以为是。我来向讲啊，就要麻烦你哦。啊对了，阿哥在治疗方面哦，你也该做准备些。竟然是伊，柯律师，麻烦你啊。哎呦，啊，真正是你，哎，我蔡家兴，蔡家兴啦。好，我收到啦，蔡先生，足久无看咧。哦，真正是你就对咧。哎啊。你两个有熟悉许？哦，啊，若无是知影，我甲恁介绍一个吼。诶，这位吼叫做柯律师，20多年前吼，我伫基丁熟悉，算讲是老朋友啊啦。啊，你也看过遮侪年啊，安尼吼，搁安尼风度翩翩，遮飘飘着安尼吼。啊对，啊这位叫做吼啊，伊个叫做张淑英，啊是当当署长的。特助，啊，不过吼，哎，算起来吼，你算讲是地下董事长啦，哎，贵姓公司拢伊咧管的呢。这是我妹子，有任何法律，对，落得来问我。阿叔，我等一下我有会议，我就无到伫遮陪你开讲啊。啊，丹姐。这是我的名片，真欢喜会当认识你。你好，你好。我这人啊，不是你贵，不用这里，不用这里。柯律师真迷人啊！哈，像伊这个回查甫人，男士已经吐牙吼，就是赚一千多啦。爱当像伊安尼哦，安尼保持少年人的体格哦，哎，这真正足无简单个呢。你跟我讲，这是要创啥？无然哪有创啥啦？哎呦，你上过敏感嘛啦吼？哎呦，你敢咪是感觉到讲我有看出来，你对柯律师有意思呀？哎呦，冤枉咯！我你讲吼，我知影讲你对董事长吼，会当讲是安尼吼。一片担心，哦，安尼哦，会当徛遐真一排红安尼，哦，诶，无可能发生这个代志啦，吼，是讲，诶，真正嘛委屈你安尼，啊，你啊看吼，当时长安尼大你遐济岁，啊，你搁遐个保养着，哦，啊，两个若出门的时阵吼，啊，人看到，伊讲，哎，这个呢，秘书，
啊，爸爸咧，牵查囝咧，安尼人哪相信咯？我想讲咧，暗时啊吼，那咧，咱做伙咧困的时吼，啊那闻到人人烟感的感觉，心肝咧足痛苦呀！你是好话未啊？不啦，不，我是干啦，你这，啊那饮些咖啡啊，你饮那遐，哎，看起来吼，我这个财神爷有影是肥足足的。我那是定定甲清安吼，这油水吼，那袂输泉水安尼，一连闻出来咧。哎，蔡家兴遐笑诶，到底要安怎做伊才肯放我耍？啊，不过应该早都走出远啊。我是会创啥？啊，伊毋是已经讲要赶返去开会啊，哪有可能搁偷偷行？我都抓准讲以后袂搁拄着啊，想袂到我竟然搁会看到伊，敢是我甲伊的缘分？这像啊！喂，你好，是我。我找你找到这辛苦的，你有在找我？伊暗，我就不应该帮你找。喂，喂，你给我听听我的声音。喂，喂，歹势啊！头拄啊有人打电话给我，你即摆敢有闲？敢有想要见面？好。啊，不过有一件代志，我先讲个清楚。我已经有太太啊，而且无可能离婚。安尼，你嘛愿意跟我见面？咱奶奶，拢毋是囡仔，你嘛知影，若是继续用去，会发生怪代志。我真正无想要让你为难，卡住我哩无想，那安尼也是卖见面看。见，我想要见你，而且我嘛有红事啊。小英。即卖来甲算吼，敢那客厅到手尔呢？啊，不过只要我手内吼有落着阿英的枕头吼，无论是房间、便所、灶卡，还是阳台吼，我感情无法度拢总甲客到手心。有水无？
你去看卖，看看我去拄到啥人？啥物咧拄到鬼啊？你才拄到鬼呢？我竟然去拄到柯律师呢？不啦，啊，都较早咱房企要迁村的咧代办的律师无？柯律师啊，嘿啦，我把我说一下吼，我就甲认出来安尼。我讲吼，我感觉讲吼，伊安尼吼，甲阿英应该是有啥呐三像，不啦，我一直我讲吼，伊甲阿英吼一定有问题啦。我咧看到因两个人安尼吼，目尾安尼说来说去吼，迄安尼真正吼足暧昧的眼神呢。而且吼，两个人吼手握着的时吼，迄个手贴少咧贴条足拔袂开。欧巴。